怀疑那个220公斤的那个已经被调包了啊！我真的，我看这种机关就是这样，你连沙发都能搞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有公正的单位。我现在在想到底是保和会要处理你，还是我们的黄成国会处理你，还是博物馆会处理你啊？怎么办？好，这个一定要那个啦，因为黄金真的很重要，黄金真的很重要。对，不要在沙发那个。小 case 都真的是障眼，障眼法，对 啊，这个还是他们觉得你看看，如果这个激光我可以渗透，这个博物馆哈，我欢迎您拨打我们当事人澄清专线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要去找个公正第三位，因为他的东西是怕人家不见，所以把它用那个。事实上也是啦，因为你问官方，官方一定会跟你说没事；你问官方沙发丢了没，他也跟你说没丢啊。我觉得你找一个银楼的师傅，拿喷枪去喷一下，大家就知道。找你去就好，你不是鉴定专家，找我去应该可以，因为我不相信说。要动手，对机关动手，我们相信人性本善啊，不可能的，一团成绩我。是是是对。